三年，每一天。秀才，秀才，小果儿，饭也不吃，账也不算，整天迷迷瞪瞪，想找我来磨死的。他到底有啥好？他有啥好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呀。谁？天气热，胃口不好。秀才呀、啊，秀才，我也是过来人嘛，你的心情我得明白。你有啥不痛快的，就直接说出来，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嘛。我有啥不痛快的呀？啊，我这样挺好。谢谢你啊。咋的？又没吃饭呢？都七八天了，再这么耗下去，非出人命不可。出不了。昨晚我看见他啃黄瓜来了。真的？否则能撑到现在吗？这种事儿啊，你就信我一句，时间会冲淡一切的。希望如此啊。哎，你跑到哪儿野去了？哪儿摘的花呀？哎呀，谁说是摘的？你不还我，还我！给他。采花是孩子的天性，人还大自然嘛。啊！咋了？啊？这花是哪儿来的？我捡的呀。哪儿捡的？结账你，哎，不要跑呀！这生意让人咋做的嘛？哪儿捡的？哪儿捡的？哪儿捡的？哪儿？哪儿？嫂子！哎呀，老白，这是干啥？你妈算了，收呀！你把娃下的，哎，师娘，还是没有逃得了。咋？等一下啊、哦。你把花给他送回原处去啊！这真是我捡的，那就放回原处，快去！喂，咱回屋慢慢说啊。店里还有外人吗？都跑光了，剩下秀才已经断电了。你给我拿条裤子去。那个花盘是我们葵花派的信物。葵花派，我咋从来没有听说过？是个地下组织，我和我娘都是那儿的。哦，那你怕啥？你妈怕他们找我呀？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过了几天安稳日子，这怎么就又找到了呢？哎呀，不怕不怕啊！他们要是真找过来，你就把话跟他们说清楚嘛。怎么说呀？我跟你们一刀两断，从此分道扬镳。对呀，这样说有啥不行吗？行，你的武功是葵花派教的，先把武功还了吧。还就还吗？咋还吗？很简单呢，葵花点穴手，先把手指头剁了。不要再说了，实在不行咱就跟他拼。拼？葵花派高手如云呐，东西南北四大长老，武功之高深不可测。跟你比咋样吧？我在葵花派武功倒数第二。那第一是谁嘛？无双。谁是无双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只要四大长老都在，谁都别想活踏实了。哎呦，那么恐怖吗？东长老以前是六扇门的总顾问，眼睛一眯就知道花盘上的瓜子数。咋不去找张导呢？西长老是大理段氏六十八代传人，一阳指听说过。再糙的墙面一直抹过去，连个毛刺儿都没有。那咋不去当瓦匠呢？南掌门是南少林三十六房出来的，奔雷快手，可以在油锅里捞铜钱，起锅手不沾油。不，他要是当个魔术师倒是一绝啊。北长老没有武功。那他咋当的长老嘛？因为他是其他三个长老的二大爷。
挖呀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掌柜有啥事情吗？我倒没啥事儿，秀才有事儿。秀才又咋了？魔怔了。这咋回事嘛？秀才，干啥呢？说呀，掌柜的问你话呢。啥也不用说了，就一句话，谢谢你们。谢啥嘛？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的爸爸，还有我的妈妈。说正经的，是你说话别老拿腔拿调的。谢谢大家，终于让我明白了，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我真的很贱。嗯，说得好，鼓掌。尤其要感谢掌柜的，正是因为你的默许，我才有机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烧了。烧了？这枕头他枕过，那被子他盖过，还有这个他都用过，只要把他们通通给烧了。他就能从我们的记忆当中慢慢消失，慢消失，消失，失。有道理啊，但是你好像还忘了几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这只手他拉过，还有这小脸他好像听过。还有你那瘦弱小肩膀，还靠过不止一次了吧？他活在你的心里这么少啊你？我不想活了，我的心都死了，我活的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行了，不要那么酸不拉几的。秀才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想把他给忘了？那还用问吗？只要能把他忘了，我倾家荡产我也愿意。问题是，你也没有啥家产呢。没有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掌柜的，你是有啥招了？我自有办法，已经是过来人了。走。有爱的娃子像块宝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爱你爱到忘不了，忘不了你的情，忘不了你的好，忘不了你醉人的缠绵和羞耻淡淡烟草味道。这咋又唱上了呢？是对，我来问你，困不困？直接选中。选中就是把画面变成蓝色，蓝色表示忧郁。下面开始回忆你初次和小郭手拉手时的情景，初次告白，初次拥抱，初次争吵，反正所有的初次全部选中。很好，然后把这些记忆通通的删除。删除？就是在画面的右上角有个小红叉子，点击一下会跳出一个对话框，问你是否删除所有的记忆。看到了没有？点击确定。那就完了啊。完了，这样就解脱了。他的音容笑貌，还有他对你说的每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通通删除。还想啥呀？赶紧删除。是啊，我做不到。哎呀，我就知道是这个样子。我该咋办嘛？啊！忘不了就不要忘嘛，那么美好的回忆扔了多可惜。是挺可惜，可是我现在很难受啊。难受就难受嘛，鱼和熊掌你都想得了呀？这怎么都得了呢？藏着熊掌呢，掌柜的。那啥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记忆也清一下？你想清啥吗？把我在葵花派的所有记忆通通清掉。为啥呀？你不知道啊，自打那花出现以后，我整天提心吊胆，吃吃不好，睡睡不好，大白天的做噩梦。白天做梦？所以叫白日做梦吗？梦见四大长老一人扯我一条胳膊。你有四条胳膊？俩胳膊俩腿，往外那么一拽，人咔嚓。不要再说了，我刚才耍的那个把戏，就是想让秀才明白，遗忘
并不是解决心痛的最好办法。真的假的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的，既然有了，就应该好好珍惜嘛。珍惜。当岁月流逝，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你将什么都带不走，除了那份美好而温馨的回忆。美好？还温馨？我说的是秀才，你的那份回忆确实恶心了点，对此我也深表同情。行了行了，有这闲工夫，还是想想如何逃命吧。逃命？